超级汽车。外卖难题。面来了，两位客人请慢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。当然了，这可是百年老店，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面条的。这就叫美味面条哪里找，辽记面馆味道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退钱。这位客人，请问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你们看，我点的面条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美食在眼前，我却吃不到。好饿呀。真是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。企鹅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冷了。是啊，看来需要一个能保温的道具了。有了，这个任务就交给超级汽车吧。出租车迪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电子保温箱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座城堡，雪花雪花飘啊飘，雪人雪人挥手微笑，冰雪世界真奇妙。出租车啊蹦蹦跳跳，迎着风雪向前跑，出租车啊从不迷路，跳啊跳啊就到了。请享用吧。山像冰淇淋，雪花雪花亮晶晶，雪人雪人有点淘气，冰雪世界真美丽。大货车啊车厢大大，所有货物都装下，大货车啊不怕辛苦，碰车碰车就到了。我们的面条在哪儿呢？面条当然是现做的才更好吃了。面团面团拉一拉，面条面条长又长，浓汤浓汤咕噜噜，番茄萝卜蔬菜多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味道香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有营养。吃得真饱啊。再见了各位，下次想吃热腾腾的面条记得呼叫超级汽车哦。没错没错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
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，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智慧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嘿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！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章鱼车来袭。一二嘿，一二嘿，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
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哦，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，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哈哈哈！呼噜爷爷，小心！站住，别跑！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刷街道冲刷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！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废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你看。啊？奇怪。啊？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
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哦，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。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。我们一起来清理垃圾，分开装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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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姐妹们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咕噜咕噜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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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噜噜噜，大把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。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！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丽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
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宝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他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嗯，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！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啊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！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奇怪的狂风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力，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，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啊，你看风来了。救我阿力。乐多多坚持住。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吹，狂风呜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嗯。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Yeah!